我那时候刚看完《复仇者联盟四》，对，然后就很喜欢那句台词，然后后来就想说，刚好跟母亲节有那个关系，对，虽然他那是父亲，可是我觉得母亲也是一样，所以我就把它设计上去，然后以一个爱心，然后再下去切割一些简单的那些线条，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妈妈抱小孩这样。没有，我觉得应该那时候觉得应该是不会得奖，然后那票数几乎都我妈在很努力的拉票什么，然后我就跟她勉强拉了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管她，然后我妈就很努力拉，然后就得奖，对。对，因为我妈那时候就刚好想要换手机，然后她就说，哎，你赶快去比赛啦，然后我就说，哦，好吧，就帮她换。对，我爸妈都是 NCT 的狂粉，对，每一只手机都是 NCT。好像 NCT 有一个 FB 的社团，我妈就在里面，然后就说，哎，我看到社团里面有什么贴文，然后我妈就对叫我去。我妈无时无刻关注那个票，然后她就传截图给我。我没有，我妈的要求就是前三名，就是只要有手机就好。对对对，对我妈就是那样。基本上我妈只要念我，我就会说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并也不会就是花太多时间或者什么的。这是透视吗？很漂亮，我觉得很漂亮。没有擦，而且我觉得还比我想象的晚。我以为是那种会磕在上面，然后就是摸两下就可以掉漆的那种，还蛮好看的啊，可以买啊。